个人呢，我们让谁呢？杨希开始好。我。对。那我。我想打给我妈妈，但是她现在应该在忙。吓我一跳，我还以为你要打去泰国。还是打给我。我接电话吗？打给我的好兄弟吧。喂。二爷啊。哎。在哪儿啊？我在长沙呢。哦，在长沙呀。那我现在一个人在外面，然后我找了个地方吃饭，找了个地方吃了饭，然后吃了饭，没有带钱包。在吗？没带钱包，你现在忙吗？不忙。不忙啊？那你方便来大悦城吗？大悦城。我大悦城。大悦城。啊。大悦城在哪里？就是那个哦，悦方，大悦方。悦方是吧？啊。就我救了你了是吧？啊，你过来救下急嘛，江湖救急一下，我没带钱包出来。OK， 没问题，在几楼？四楼。四楼哪一家？四楼那个泰国菜。泰国菜吃完了是吧？啊，吃完了。那这样吧，我呢，我看我现在我赶不就马上我让别人去买单。啊。不是，我现在成功了，因为我现在在录个节目，我的问题就是吃完饭在餐厅没带钱包，需要救急，然后你要回答好，我过来，所以说我现在我成功了。成功了。完了，我成功了。耶，激动。